在座的所有的现场的嘉宾们，大家晚安。我想今天各位在我们现场由张嘉如导演所编这个水面上跟水面下剧场这样的一场演出，所有的工作团队，我想他们都非常用心的在把戏剧能够表现出来的部分，对人性的一个刻画，尤其我想各位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今天是 Office 星球的一个一个主题，但实际上在整个内容里头，相对求职所面临的挫折，把人性的社会当中刻画得非常的感动。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可以说享受了一场非常棒的一个戏剧的一个飨宴，所以我在这里，林芳锦社会福利基金会是个赞助的单位，我们今天工作的团队的所有的同仁都在现场，我们都来，我们挥挥手好不好？所有团队的人，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我们嘉义同乡会蛮多的乡亲，我们的副理事长好像也在现场，副理事长也在，那借这个机会啊，我们对今天水面上水面下的张嘉如导演所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剧团的工作团员表达最大的一个敬意，同时也要谢谢今天的一个协办的单位花样的一个展演空间，那是我的学生啊，因为这个空间是他跟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雕像，好像有特别的优待啊。那个陈立有没有在现场？因为现在我看不到啊，也特别谢谢他把这个剧场，我知道这个演出的费用，那个场地的租金有特别给他打折啊。也借这个机会，我想也感谢所有其他的也蛮多的单位啊，几个单位中华健康生活运动协会啊，还有几个单位，有两位董事长也在现场，也表达了一个谢意啊，祝福所有的在场的贵宾们，我们今天晚上享受一个很棒的一个戏剧的表演，谢谢。